你身边有没有梦游的人？他们会不会半夜做一些诡异的举动？如果仅此而已还好，因为严重的还会打开冰箱，并吃里面的生鸡蛋和生肉，甚至还会打开窗户，从楼上一跃而下，你会被吓成什么样子？小美从梦中惊醒，就发现老公阿伟竟然在梦游。正在她感到好奇的时候，大门竟然发出声响，阿伟的拖鞋竟然卡在了门槛上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多想，认为只是单纯的梦游而已。可是旁边的柜子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，原来只是他养的哈士奇而已。看着睡得和猪一样的阿伟，小美只是觉得有些好笑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和阿伟提起昨晚的事情，可是阿伟却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阿伟早早的就进入了梦乡，这让小美非常生气。可就在这时，恐怖的事情开始发生，阿伟开始用力抓自己的脸，而且力气越来越大。小美赶紧制止他的举动，直到阿伟彻底安静之后才慢慢入睡。第二天早晨，小美被闹铃声叫了起来，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，阿伟的脸被抓得血肉模糊，手上的血甚至都没干。小美给他擦上药之后，开始责怪他怎么会有这种怪癖。阿伟急着上班，根本没时间和小美解释。可就在阿伟走后，小美发现客厅的地板上以及次卧都有血迹，平时最粘人的哈士奇好像也受到了惊吓，任凭小美怎么呼唤，他都不敢走出床下，仿佛经历了很可怕的事情。当阿伟晚上回家之后，小美劝他有空去医院查查，可是阿伟依然不放在心上。此时小美已经有了心理阴影，总是担心他的手会不老实，于是他心生一计，找来一副手套给阿伟戴上，这才开始放心工作。可时间没过多久，阿伟竟然直接从床上下来，对小美的话全然不理，径直走向了客厅。只见他打开冰箱，开始吃里面的鸡蛋和生肉。小美生怕出什么意外，根本不敢叫醒他。可直到阿伟开始生吞动语，这把小美恶心的不行。之后阿伟还知道口渴，而且他的眼睛明明睁着，怎么就感觉像是鬼附身一样。小美此时已经被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家里的哈士奇此时开始狂吠。最恐怖的是，阿伟竟然开始转头看向哈士奇，很明显他可以听到狗的叫声。哈士奇也被诡异的气氛吓走，阿伟继续向卧室走去，小美赶紧紧跟其后。让他想不到的是，阿伟竟然打开了窗户。好在小美反应迅速，及时拉住了阿伟的双腿，这才把阿伟拖回房间。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阿伟也清醒了过来，他抱着地上的小美不知所措，小美也被吓得梨花带雨。阿伟答应他去医院检查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美就找来了装修队，把窗户安上了防盗栏杆。妈妈听说阿伟的事情之后，甚至还给他推荐了一个神婆，然后还拿出一张黄符。小美反而觉得有些可笑，根本没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。下午他和阿伟就去了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都是梦游患者的基本操作。最后按照医生的叮嘱，小美把家里的刀叉全部放好，并且按时给阿伟吃药。二人就这样陷入了梦乡，一夜无话。小美就这样搂着阿伟直到天亮，看着还在熟睡的阿伟，小美好像看到了希望。可当她走到客厅想要给哈士奇投食的时候，却怎么也不见哈士奇的身影，而且冰箱前面的地板一片凌乱，她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安，于是她慢慢打开冰箱，随后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之后小美就搬去了娘家居住，直到她顺利的生下孩子，二人全部沉浸为人父母的喜悦当中。之后阿伟就把他们接回了家里，但是小美明显还是有些抵触，阿伟也知道是自身的问题，甚至想要搬出去一段时间。小美的心顿时软了下来，她决定和阿伟一起攻克困难。阿伟直接在门口装上了风铃，并且买了睡袋束缚自己。可即便如此，小美的心里还是非常难过，每每看到邻居出来遛狗，都会想起自己爱犬的惨死。好不容易到了晚上，小美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她担心阿伟再次梦游，于是她给阿伟加大了药量，因为他们现在多了一个孩子。可即便如此，小美还是放心不下，于是她抱着孩子走出卧室，准备在浴缸里度过一宿。就在她好不容易刚要睡着的时候，外面却突然响起了铃铛声。小美发声询问，可是却并没有得到阿伟的回应。小美的精神开始紧张，怀里的婴儿也开始啼哭，小美只能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直到彻底没了动静，小美这才敢打开房门。只见阿伟站在外面放水，阿伟的梦游依然没有好转，小美感到有些心力交瘁，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医院。可是医生还是和上次一样的说辞，说什么吃个几年才能看到效果，这让小美顿时失去了耐心，直接把医生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晚上阿伟主动去车里睡觉，可是心软的小美把他叫了回来，但是却给房间加了一个铁锁，直到他确定不会被轻易打开为止。妈妈也是为他们的事情操碎了心，更是找了一个神婆上门做法。两口子此时也没了主意，只能是死马当成活马医。神婆拿着法器就开始在屋里转悠，突然之间好像感受到了什么，于是他开始审视阿伟，这让阿伟觉得很不自在。最后神婆告诉他们，阿伟被脏东西缠上了，而那个鬼应该也是刚死不久。可是二人最近并没有参加什么葬礼，神婆只好让他们仔细打听，
因为只有知道鬼的真实名字才能彻底解决此事。临走前还给了几个符箓。晚上两人躺在床上闲聊，想着今天神婆说的话，这才想起好久没看到楼下的爷爷了。于是第二天的时候，小美带着东西到楼下做客，这才知道老爷子前不久已经去世了。小美的脑袋都被雷劈了，她暗暗记下了老爷子的名字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她看着阿伟在厨房里忙碌，越看越觉得诡异。等到阿伟熟睡之后，她就来到阿伟的床前，尝试叫出老爷子的名字，可是阿伟并没有回应。她不知道此时的阿伟到底是谁，于是她又说要杀死女儿，可是阿伟依旧睡得和死猪一样。小美就这样守着女儿坐了一宿，直到第二天阿伟醒来，他敲开小美的房门，知道她肯定又是一宿没睡，他心疼地抱起小美，直接把她放到床上睡觉，并且承诺会照顾好孩子。当小美醒来之后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她猛然发现阿伟竟然就睡在旁边，那孩子是谁在看？她赶紧跑到客厅，结果孩子根本不在床里。此时楼下传来孩子的哭声，她赶紧跑到楼下的垃圾桶，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只小鼠。她猛地惊醒，原来只是一场噩梦而已。他赶紧起身来到客厅，女儿竟然真的不在婴儿床里。他下意识地打开冰箱，依旧没有女儿。他突然看到旁边正在烹饪的大锅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果不其然，一只可爱的小手慢慢浮现。他连忙打翻大锅，并且用手翻来翻去。就在这时，阿伟抱着孩子走了进来，他看到一地的狼藉，赶紧放下孩子，看着小美的手被烫得通红，他心疼不已。正想弄点冰块的时候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狰狞的小美。直到他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捆了起来，最爱的妻子正拿刀对着他的脑袋。小美的精神已经崩溃，她质问阿伟为什么不按时吃药，又究竟是谁在缠着阿伟。阿伟被吓得梨花带雨，赶紧说医院已经换了处方，所以才没吃原来的药。小美这才放过了他，可是两人的关系已经开始崩塌。之后阿伟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，直到医生确定他几乎痊愈的时候，他决定去见见妻子，可小美已经先行回家，孩子暂时交给妈妈照顾。于是阿伟赶回家里，可令人不可置信的是，原来的房子已经变了一个模样，房间里贴满了符箓，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情。就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小美从外面推门而入，她淡定地让阿伟坐下，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最爱的妻子现在变得这么沧桑，她赶紧和小美解释她的梦游症已经痊愈了。可是小美根本不信，她坚信阿伟就是被鬼附身，并且开始给她看自己搜集的证据。因为阿伟开始梦游的第一天正是楼下死去爷爷的头七，她认为鬼魂进入了阿伟的身体，所以阿伟开始梦游自残，然后就是开始饥不择食，因为需要大量的营养来补充能量。阿伟油然而生一种无力感，他只想告诉小美他的病真的已经好了。可是小美再次播放幻灯片，阿伟顿时被惊掉了下巴。照片是神婆驱邪的画面，可是他的丈母娘竟然也在其中，一个后背写有符箓的男人躺在中央，而且怎么看都像是阿伟自己。而小美也给了阿伟肯定的答案，相片中赤裸的男子就是阿伟。他们趁着阿伟熟睡的时候做了这场法事，之所以阿伟最近没有梦游，也完全是因为身后的这个符箓。阿伟听闻此言，立即来到镜子旁边，他的身后果然印着符箓。阿伟已经开始陷入了崩溃，他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证明自己，于是他躲进房间，希望彼此都可以稍微冷静。可是小美在外面说个没完，甚至还说如果不在100天内去除邪祟的话，那阿伟的身体就会被魔鬼永远夺舍，而今天就是最后一天。阿伟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于是打算出去静静，可是小美像发了疯一样阻拦，甚至还开始动起了家伙。阿伟这时也开始恢复冷静，毕竟小美也是为了他着急，于是他也开始释然，决定无条件相信自己老婆，想怎么折腾他都会奉陪到底。直到此时，小美才长舒一口大气，随后他让阿伟打开冰箱，可令阿伟意想不到的是，冰箱里竟然放着一只狗的尸体。阿伟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小美竟然杀了楼下的哈士奇，到底谁才是魔鬼啊？阿伟一阵恶心。可就在他跑到厕所呕吐的时候，小美拿出了电钻，并且从屋子里拖出一个女人，她竟然绑架了楼下的邻居大婶。小美拿着电钻威胁阿伟身体里的鬼魂，如果再不离开老公的身体，她就会杀了他的女儿。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打开电钻，朝着大婶的太阳穴钻去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响彻整个房间。阿伟赶紧出声制止，然后趁着小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直接将小美扑倒在地。他怒斥小美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。小美说因为阿伟是她的老公。可就在这时，出现了巨大的反转，阿伟突然转头看向地上的大婶，说着爸爸要走了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的话。原来小美做的都是正确的，阿伟确实是被大意附身。之后他起身走到窗户旁边，成功的进入了另一扇大门。真正的阿伟也开始苏醒。本片虽然是一个恐怖题材的电影，但更多的是象征夫妻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烦恼，只有两个人互相理解，相互信任，才能完美解决。